腾讯视频首页搜索十一少年的秋天炸裂狂想曲，更多独家视频精彩花絮等你来看。登录腾讯视频参与小十二的礼物盒活动 WeRise 发电，就能解锁团综福利视频，每周电力值贡献前三名的用户将获得 Rise 专属福利。我是坐在这里吗？我。那环境有点压抑，你们这。哇塞，好尴尬呀！我在这干啥？是我们这一群人的梦想，最后这个梦想成真的一个过程。人生的转折点，完全不一样的生活。最初的梦想也是我的第二次生命。两点一线嘛，创作、作词，做梦的时候都在作词，非常忙碌，就像空中飞人一样，就一切就跟舞台有关了。好像真的都一样哎，平常的训练、唱歌、跳舞，可能偶尔会一起运动、打游戏，然后就没了。我觉得我们的生活有一点封闭。朝九晚五的去上班、创业，让我就是还在追寻自己梦想的路上吧。和我一样大的人，现在应该都快要结婚了。我还蛮想出去看看，说。我们自己身边的一些同龄人，他们是怎么生活的？舞台有些时候不应该在脚下吗？应该在远方。我鞋掉了！他撞我！开始拉，找到感觉了已经。哎呀！加油加油！我也知道你爱他，爱的好痛苦好痛苦。快点走。原来是非常帅气的一个小伙子，结果就是这一次任务啥都没有。他儿子下葬的时候，很短的时间没有见他，他头发花白。去体验和碰撞不同的同龄人，把所有的情绪和感受融入六首歌里，完成我们第二张专辑。哇！这一次我们是自己的发起人，我们加油！你好，同龄人。你们好。嗯，我知道郭麒麟是谁。相声演员。这几位就都是我介绍来的学戏来的朋友。既然想要学学传统的，那就别学相声了，那咱学回京剧吧。我觉得京剧是我爷爷奶奶那一辈的比较流行的一个东西。京剧它现在不太被年轻人所接受了。我不知道生旦净丑是什么。咱们晚上就在这儿要演出了，《萧何月下追韩信》。走，哎呦喂！可能今天韧带就会断的这个地方。你严肃点，那个小孩。我举也归于他。你这是唱的呀？完了完了。我们只有一天时间，感觉现在连京剧的门都还没有摸到。几亩瓢亩？几十瓢亩。臣，君臣得，就学了24个小时，怎么能演呀？演得成吗？
哇，是这里吗？北京风雷京剧院。哇，哇哦！因为成立比较久吧。哇，徽香。哇，哦，这原来不是真的呀，就是那种木头的。哇哦，戏台。我感觉好吓人啊。周震南，我与你溜了，吓死我。喂。哎，说了别乱搞嘛。一打开，全是观众坐在底下，我们怎么办啊？红遍地，关公战场上。咋咋开了开了开了。哇、哦！聚光灯打下来，就是你觉得像要表演了一样，感觉自己像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的面试。四个老师就看着我们，第一反应是神奇，然后就是害怕。那个幕还没拉开的时候，我就已经猜到这个节目组还真的是没有什么新意呢。你们好。谁呀？其实这是我的一个私心，因为我对京剧是抱着很大的兴趣的，我也希望能够借着这个机会，作为一个班长的存在，我也想跟他们一块学京剧。好，这是德云社麒麟剧社著名京剧演员陶阳老师。陶阳在整个德云社来说，就论唱基本上很难再找出和他能够比肩的了，是我们同龄人当中最优秀的。大家好，著名的男老旦贾怀印老师，著名万金油陈淑荣老师，这几位就都是我介绍来的学戏来的朋友。这能不能给你们几位搬几个凳子什么的？对，对对，放松放松。几位老师对他们熟悉吗？不熟，不熟悉，不熟悉。啊，确实是两个圈子的人啊。我有一个朋友叫毛不易。郭麒麟老师认识毛不易。他们那个成团夜，毛毛非得拉着我要看，对这个周震南特别的熟悉。他一出来，毛不易就死死地攥着我的手。楠楠出来了。快看楠楠呀！啊，一直看他来着，我非让我看完才让我走。后来毛不易那一晚上发了小十条朋友圈，就是太激动了，你们都是最棒的，这那个热泪盈眶的人。几位都是咱们现在非常优秀的青年才俊，现在他们希望说能跟咱们传统搞一搞这个融合什么的。啊，那我听了有在那儿哼哼的。挺好的，挺好的。是谁？大胆的站出来，来往前走一步。唱的非常好。没有没有，别，不好意思，你这样我们都不好意思了。对，是我是我是我，是挺优秀的。蓝蓝蓝蓝，蓝脸的大砖倒一马。啥词儿嘞？我换一个吧，老师，我换一个。行，可以。久别哒哒哒哒哒。我可能会给自己打101分吧，演唱是满分，还有一分是给自己的自信。还有没有想主动就展示展示？把生活前愿望睁开胸，这个就，哎，你看咱往下聊是确实有好处，这是有大嗓有小嗓，大嗓小嗓都有嗓，条件好，赵让应该很厉害，我是我呀呀呀，赵让。你还没上呢，我上啥？我啥也不会。
那咱们是怎么着？要不挑个戏呀、啊？还是说我们这儿叫麒麟剧社嘛？嗯，唱的大部分都是旗派戏，最经典的就是《萧何追韩信》，我觉得这个比较合适。这个旗派京剧的特点呢是表演要比唱腔的更重要，他们比较新潮。用这一两天的时间咱排一排，争取能搬上舞台。感觉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吧？我们只有一天时间，感觉现在连京剧的门都还没有摸到。那咱们去排练厅。来来，都进来，都进来，没事，随意，想挑哪儿坐就坐下坐。好，咱们选的那一段有几个人物嘛？萧何、刘邦、韩信、萧何应，具体的故事梗概咱还讲讲吗？汉初成立之前，对，韩信没有受到重用，当时就跑了。萧何就认定他是一个大将之才，然后他就去追他。他这个工作做得非常到位，因为前面有跟韩信有过一见渊源，跟韩信有过一见渊源啊？你跟韩信还有渊源？跟韩信本人没渊源，跟王者荣耀的韩信有点渊源、哦、机动性比较强啊。行，我们把这个剧本先分发一下，待会儿要不看看。好嘞。哇，这个啥呀，哥？哎呀，这不文言文吗？文言文呐、啊、我的妈呀，好多词啊，这不是完蛋了吗？先是啥子名？是那个淮阴人韩信。若用那个人为将，我怕三军不得服哦。项羽也得笑他。大王说的哪点的话哟？怕是四川话哟。这还有俩四川朋友，你们。真是。我当时看到有王这个角色的时候，就觉得和他锁。荣枯四肢退班，因为刘邦他是一个君王嘛，我其实会更加的适合于作为君王或老板。今命你为连什么官？都看了哈，有没有想主动就展示展示？我叶刘邦。你这个时候要为团争光了 ，solo 吧。这 solo 就是单出头啊。哦。七雄龙阵归营秦，合久必分。有点引子那劲头。汉王刘备。刘备是什么？太炸了。张良又言而无信，人家是又无音讯，怎么就言而无信了、啊？我喜欢在这个即兴的这个创作型歌手是。咱们选的那一段有几个人物嘛？萧何、刘邦、韩信、萧何应。然后我们之前也考虑到，确实是，大家人又很多，所以说最后咱们还是选一个比较合适的。这部戏只有四个主角。剩下的都是龙套，只有角儿是有唱腔的。就高难度一点的吧，就像我这种天赋型选手，如果真的只是去念一个小太监的词儿的话，我觉得这有点大材小用了。这咱条件摆在这儿，就不怕。那现在啊，想来这萧何，可以。想来这刘邦的。练刘邦，好，我也试一下，感觉稳一点。爷爷奶奶特别喜欢京剧，如果有这个机会呢，我希望能给他们看看我当角儿的样子。夏侯应，其实来之前我就想演丑角，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给了我一种感觉。我试一下韩信老师，行。你们俩都来韩信吗？不，我太监。一开始对跟这些大太监就有莫名的情愫，就大家都是我来刘邦，我来萧何，我来谁谁谁。没想到他这么的
佛系，不争不抢。但他确实就是这样的人啊。他背词特别糟糕。是不是找枪手写的，楠楠？我再试一下，我最后试一遍，最后试一遍。我其实不是竞争，谁更努力，谁练得更好，那谁就为团队争这个光了。最后选择了大内市，大家都知道我学舞蹈，然后我想着说以另外一种方式呈现一下这个京剧。咱们要不要先一人挑一双靴子呀？在那边。对，这就是增加难度了。哇，这个好高啊！天哪！穿了个高跷啊！他那个太高了，一下子感觉踩了高跷一样。哎呀，哇，感觉一直在崴脚，好恐怖！哦，我把我脚给崴了。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有可能会晚。是不是大家把练功服换上啊？好。来，同学们，咱们要学呢，就严肃起来了啊！抬右手，迈左脚，落，左手再跟过去。先来六个，你们就给他挑毛病啊！好好走，上课带脑子啊！走，左，顺拐。太吓人了！走出男团范了，怎么？感觉自己都不会走路了。对呀、啊，你要上身不要动，别整个动身的，放松放松放松，不要大动，不要大动，不要僵硬，就是自然，就是自然。现在就是让它自然行走，什么时候自然了就行了。老师，那是不是手有点往前送的感觉？就是自然。这样，你这就不自然了吗？咱自然摆臂都是，是不是都这样？在落下来的时候，这个左手顺势跟上来。明白，明白。45度横移。你们体验体验原场吧，同学们。好，跑的时候把它撩起来一点，一个在胯这儿，一个往前推。走。腰不要晃，脚底下稍微压快一点，加速，加速。老师走得太快了吧？太快了，太快了。你等会儿，我下去光。重心往前走。不是，你看你是这样，你是这样，你。还像我像媒婆接生，你看人家，这个我感觉脚底下最好的就是周震南。我觉得我走的也还行啊，干嘛夸周震南啊？确实走得好，脚底下你看他走这么多圈。之前他在舞台上可能表现的要比今天要更外放一点吧。没有，其实我就是这样，我排练就不咋说话。抬右手。京剧国粹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，而且明天就要上台，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说还蛮重要的。是吧？思考脚的方向，你是这样子的。我不会觉得说它不是一个
主角或者说戏份很少，而是想去把这个东西做就做精嘛。习惯那样，就是不要沉默，然后去练就好。我们准备学习了，分组学习角色。好，念刘邦的词，大太监注意接词啊。内侍有，哎，对了，接词啊。代王有旨，代王有旨，夏侯婴上殿。哎，对了，遵旨。这边日滋不是滋，这个调好难记呀、啊，老师。说两遍就好。又争锋，又争锋，又争锋。哎，对了啊，由奔起走，但是写成由奔驰的话，就很容易记住。有争锋。哎，答对了，对了，对了啊！我觉得我们组是最好的了。老师，你站着，我们坐着不太好吧？老师一般都站着。你们是九几的？九九的。九九。九三。他最大了。老师是不是看不出来？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，根本看不出来。你看出来我是九七的吗？看得出来，看得出来。就说大实话，同志。你看，拔剑斩蛇，拔。拔剑斩蛇，拔剑斩蛇，鱼子酱。不是鱼子酱，你要这么唱费劲，这么唱也可以。拔剑斩蛇也可以。拔剑斩蛇，对，你念的特别对。哦，你念得特别对，是吗？对。情义在吗？拔剑斩蛇，哪根东？月之江的哪根东？没问题啊，没问题。你这么一会儿就学会了。嗯。等待是记载中。七雄龙阵。归秦影，归银秦。你怎么老设计的？你老设计自我发挥是不是？强弱不敌，去斩敌。哎，这不是四川话吗？哎，对，出暴秦去斩敌。干啥子？做啥子？做啥子？有点感觉啊。我喝酒比一分。对了，他差不多。喝酒比。你这个不对，这跑掉了都。拔剑斩蛇，天下扬，怀王爷曾月之江，七雄龙阵。你们学到韩信了吗？我们那组可聪明了，我们这也很聪明，我们都学完了，我们也学完了，我们都开始复习了。再念一遍，再念一遍，好不好？京剧从来没有接触过，那还挺开心，你学了蛮多东西。期待能将一些京剧戏曲的元素加到我们歌曲里面。老师是这儿吗？他们念完。对对对。啊。这儿念完。无本卷帘退班呐。令之。京剧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死板和老旧，它其实还是有着它自己的态度。我觉得可能之后写说唱以这种腔调去写会蛮好听的。是啊，大宰相有了。天也黑了，我给大伙儿准备了个小院，咱们劳逸结合，上那儿歇会儿去。下课，下课，下课，下课。辛苦老师，辛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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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师。在忙当，我想问我奶奶有没有听过这个。这段戏看过，京剧应该是些好学，倒板戏不大好学，流水板啊拍板都好学，这毕竟是个高音发音。
还行，不算特别难，但是难就难在我们这个背词太难了，我们明天就上台了。只要有些信的话都收回，什么都能收回。我跟奶奶通过话，让我对这个角色又有个信心。龙正归阴静，我就必分。到不了西二环，咱们五个人就会尴尬的一句话说不出来的，因为路太远了。我好像北京都没来过，这主要我这才北漂第三个月。我来北京三年了，跟没来一样，哪儿都找不着。确实北京地儿太大。对，我听说你们好像就生活在一块儿啊，住在一块儿。对，这还挺好。你们知道革命根据地在哪儿吗？多睡了，多不容易。都睡了，这灯是不是可以关上？我要拍。哦，他还要拍，要记录咱们。来来来来来，这边这边这边。哇！哎呀！哇！真是四合院，第一次。这露天呐！哇！你们看这是什么？这不就是火锅嘞？哇！还有烤鸭哎！哇，吃火锅，吃火锅，吃火锅，圆梦了！哎呦，来一来吧！嗯，哎，我发现 Red 的特征又体现出来了。什么特征？一吃饭就特别安静。一吃饭就很不安静。可其实我们。有好多问题想问，但是是因为饭太好吃了，对，都没好意思问出来。你跟陶阳哥从小其实就认识吗？啊，对。就我想知道你们小时候的一些故事啊。别看陶阳是我弟弟，其实一直都是他欺负我。啊。因为什么呢？我小的时候其实还挺有自信的，就是觉得自己唱的也还行啊，也还像那么回事。但是人家陶阳不一样，人家是神童。啊。后来呢，就来我家生活了。我爸教我什么，他永远比我学得快。隔壁家小孩，对，这是我童年阴影。童年阴影。这个郭老师很多徒弟啊什么的都很强，他自己嘴里不能说这话，我得我夸他，这意思点我呢。哥的意思是都比你强。关系好。对你这什么意思呢？大家都以为我不会唱，其实我是会唱，有他在眼前，我老不好意思张嘴。那不是我跟翟孝文学跳舞的感受吗？就是其实也都会跳，也还不错。哎呀，筷子给我差点吓掉了。到后来也是上台一唱啊，我这就紧张。著名的那老说华山面事件，其实就是其中的一次。那是一个封箱，封箱的是我们这儿相当于春晚的一样的类型的那个晚会啊。这个唱段子就是讲在这个扇面上画什么。我是第一幅扇面，画北京城。北京城是这个里九外七皇城四嘛，说是北京城门。我上来就里七外八皇城四。没办法呢，接着往后愣唱呗，这心里越没底就越完，越唱越心虚。对，就而且还越没底就越容易走神儿，一走神儿就完了，后边就都忘了。后面接你还挺自信。对，我一上台也唱错了，也唱错了，回来都这样。我们那会儿就都这样。
袁鹏，啊，进不去音乐，这伴奏一起，他张不开嘴。后来我看还有个观众就是说，哎，评论说这其实这是德云社内部规矩，这个少班主少爷唱错了，那后边唱错，后边这些人谁敢唱对啊？那他们哪知道？那他们其实就是那样吧，是不是？唐瑶老师，你不是之前小时候就住在麒麟哥家吗？对呀。那郭老师对你来说是个什么样的意义的存在？你觉得？郭老师啊，嗯嗯，郭老师比较伟大。虽然说他是一个伟大的父亲，嗯，又是伟大的老师，是吧？一堆人，就是说他不光我住，很多徒弟吧，都住过麒麟家，师傅就带在家里。师娘做饭很亲近。那哥家里面的话，郭老师就对你跟杨哥哪个稍微好一点呢？表情很自信啊。现在啊，你看这郭老师还是一直非常喜爱京剧的，那能陪他一起说聊京剧啊唱京剧啊很少。郭老师一看他两眼烁烁放光，就能聊了。那我问一个比较刁钻点的问题了。你是你们团问题担当吗？问题担当，问题担当。问题担当。我这个问的问题一般都是他们不太好问，就是你看，像现在这个，哎呀，这把岁数了啊，这把岁数了，是不是得考虑一下，找一个比较适合自己这个啊？另一半啊，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？郝总，到这个年纪了吧？你呢？还有旁边的这位野哥，到这个年纪了，你呢？野哥，我这人吧，这性格吧，可能有点孤僻。我现在自己人在外边租房住，然后我自己住的时候呢，有时候老想啊，说是来朋友上家串门来陪陪我。啊，打开创造营，好好看看，多好是吧？啊，进家门坐30分钟，我就开始厌恶，这人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。人家来没看出来我很烦他吗？你说我这性格，你这真谈女朋友，刚谈半个钟头，你说你这玩意儿。然后你之前不是说你跟毛老师毛不易在一块看吗？所以你是指的是？啊，那是我上他家去啊。啊，毛老师真一直为了你们苦苦挽留我，非常卑微。再陪我再看一小时吧，再看一会儿吧。30分钟已经是极限了啊！对，我到后来坚持看完那个《火箭少女》才走的。哎，哎，差不多了啊！结束了。来，摄影机看这里，3、2、1，哎，没问完呢。老说我们这个兄弟之间关系啊，你们兄弟之间非常好啊。没问完呢，他就非常好啊。就是你看，我们刚见面的时候，我们就睡在一块儿，因为当时节目中就是100大通铺嘛。啊，真的呀！而且我们真的是走20公里哦。这对于这个表演有什么帮助啊？有啊有啊，坚韧嘛，坚韧。心性哦，心性挺好的，在一个大团队里。你们团内向人不少，啊，这仨比较外向，你们俩比较内向。姚琛也是，他比较敢于尝试，就是平时什么翻跟斗啊。啊，还有翻跟斗呢。拿着翻跟斗是这样的，我觉得自己能过，就去尝试一下，夸就骨折了。好不容易好了呢，觉得自己又可以了，然后又翻，夸又骨折了。你是不是在骨科医院办卡吗？每年过节的时候，给我发就是躺在沙发上，那脚就放那儿打上石膏，哈哈，挺开朗。好，第二年，哈哈，又摔，又断了。那算是你们团队的胆量担当。上头了，上头了，上瘾了。说是大伙儿跟我们学，开口哥闭口老师的，其实也跟大伙儿学来着啊。很长时间没有和同龄人在一块儿，挺快乐的，挺好。我跟陶阳学学你们这舞蹈吧。好，不好意思，朋友们。
能不能拿你们手机听？我也没买这专辑。不是，得拿你们手机听，我没买这专辑，主要是。听不了。送你，赶紧买了，送一张，赶紧。送。怪不好意思，老师。咱得跳吗？对，这后边一压是咱们跳，头里那个正经中国话那块能不能改成京腔发音？凭尽我所有，所有所有，凭尽我所有，可以做最后。对，唱嘴了这歌。今天的主题，这可以。今天的主题就是为说句我心，可以做最好。狂欢的假期，谁都别吝啬把体力，尽情那遭遇 party 自由处理。还可以啊，你挺熟，我看你这还没有不熟，我刚头回听，我听早就听，专辑都没买。不是，我一直就去那个音像店，我就听人家的。哎呦，这歌真好。刚我们这个是网络专辑。哦，是吧，不好意思。行，没事，这都是小场面。要不老师学一下我们的舞蹈。好，来吧，抡锤子了啊。野哥叫老师要去哪儿？我在这儿，你们在前面跳。咋跳？这个简单，就是蹲，然后起手蹲啊，然后踏。我到那儿又恰，对，恰，然后再蹲，这边，对，然后转，大，一二三四，对，再来一次，来啊，蹲起，转，啊，左手，右手，压压，再一次，左手，右手，压。压，左手，右手，左手。我怎么跳？哎，你们两个怎么跳反了？放松，反了，不要僵硬，反了，就是自然，跳反了。我太难了。行，来吧，灯光先暗场啊，三，二，一。今天的主题不知为所取我心，凭尽我所有，可以做最好。狂欢的假期，谁都别吝啬把体力，尽情的遭遇 party 自由属于你。咿呀再见！升降台又下去了，又下去。关老师一点也没有架子，我觉得他把自己的风格融入到了我们的舞蹈里，我觉得是特别有趣的。从小啊，我就是跟比我年长的人在一块玩。现在咱们这样都是同龄人，在一个大院里头同吃同住同玩，还挺快乐的。现在人们的生活、工作、学习造成压力太多了，在看到这些个偶像之后呢，就能缓解一些个平时的压力，让自己开心。结束，好，大伙辛苦，哥辛苦了，辛苦了哥。姚晨跟我回房间。祝你晚安，晚安，晚安，噔噔。就咱们就是下岗了吧，彻底。下岗了。七兄，打个楞个里个啷个咚，七兄。哦，他进不来。陶老师，哎，刻不容缓。大王有旨，萧何上殿呐。吾本退班，遵旨。
夏侯婴有本起奏，宣他上殿。谁呀？夏侯婴呀？咋办呀？这词咋能？小和尚，来听一听啊，听听录音。灵芝，灵芝，人参、鹿茸、灵芝，灵芝，对，灵芝，没错，这个谐音来搞就行了。好，大王游之，小伙上昂殿，上昂殿，可以，选小伙上殿。肘子，肘子，不是肘子，啥子？榛子，准直，准直。对，我什么肘子都来了。喝酒必必必，喝酒必。这咋唱来着？喝酒必，我真的好饿。我刚唱着唱着就唱这个，没有，你要分开比分，比分，对。哒哒哒哒哒哒，我真的好饿。完了，明天要是忘词儿怎么办啊？对呀，好怕这个，我现在紧张炸了。我就三句，我还背不下来呢，我现在。我跟你说啊，他就是那种，你就三句词儿吧，是吧？你那个状态都得练好久。嗯，你想老师你在多少几十年，我们呢几十个小时，主要词儿背不熟，上去脑袋发昏。没事，今儿听你们唱挺好的，放心吧。撩袍且把金殿上， 我得记一下这里。哥，你帮我录个音呗。七雄龙针，身怀绝世不清闲，拔剑斩蛇天下扬，怀王也曾约指教。记忆在，太刻苦了。记忆在莽荡边寒望。一个京剧演员成角，肯定从小到大都要忍受一些个其他人没有忍受的东西，最后才能在一个合适的契机登上一个合适的舞台。其实需要尝试尝试，打破这个隔阂一样的东西，因为我相信他们很累。盼得三军归崖头，但是他们很认真。五本卷帘，台上没有小角色，而且是越小的角色越难演，演主演就压力就要大一点。我忘记旋律了，演配演的也要把它演出彩来。两天以内，我们第一次接触到京剧，但是真的去在做这个事情。希望说明天的舞台也能做得非常好。我今夜身怀绝世，趁夏侯婴全驾，带往仙岁。少年只是守护着的梦想，你这样。乘风破浪，七雄龙争归阴气。弟兄龙争，弟兄龙争，归阴气。身怀绝世不清闲。拔剑斩蛇天下扬。唱错了，兄弟。别只将但愿得言听其中，但愿得言为公。七雄龙阵，
会殷勤。我已经背完了，来背完了。小韵有奔起走。好了吧，行啊，可以。下功夫，子弟为西楚把玩。咱们出发吧，出发。出发。大赛小勇了。是呀，大赛小勇了。到了。来吧，来吧，朋友们。哇。哇。这是我们乐队老师。哎，好。老师好。老师好。老师好。天哪，还有现场乐队。有一个 bank。大家有自己喜欢的人物了，也都回去排练了。现在呢是考试阶段了，咱们得验收一下，因为咱们晚上就在这儿要演出了。嗯，好，咱们今天是投票制，每人一票，会不会影响你们之间的关系？不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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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会。谁练得好一些，谁就是上。这那倒是，因为这个东西不是说随随便便的事儿，是吧？对对对，之前大家都没合过这个乐队，谁想主动就展示展示？这挺难的，乐队老师哦，紧张。准备好了吗？那我来弄，那我来弄。开始吧。好。我第一次现场听，太炸了！可以放进第二张专辑里面啊。记忆在忙到马前站着，行了啊，行了。夏阳两路分那笔的咸阳，我把心点上。非常棒，挺好，我觉得头三句特别好。我也听不清，有是是是没有人反？但愿的言听即从。这咋唱的？他从哪进拍啊？第一句。后面如果不记得怎么唱调什么的，你就按照你自己的方式唱就行。竞争对手，献丑了，老师。一平，加油！稍微慢一点哈。我夜静，你在忙大仙境咸阳为皇上。有点紧张，有点紧张，根本合不上，有点紧张。没事没事没事，确实紧张。我合不上，为啥呀？很难，好难合啊。二位闭上你们的双眼吧，选赵磊的请举手，选肖文的请举手，给他一票吧，给他一票吧。好，我也给一个鼓励票吧。谢谢你施舍啊，谢谢施舍啊。我们恭喜赵磊。赵磊今天的表现很好，因为要合了乐队，这个流水版是比较难唱的。和乐队的时候呢，一次基本上就成型了。还有唱的是谁？加油，乐乐！盼得三军归一头，谁知楚汉不争锋。你是个黑怕选手，对，你不能跳舞啊。皇上呢，把他拖出去斩了。任奇啊，你我这这高的我都不知道咋进去。这盼得三军归一头，我好像不明白。哎呀，准备好了吗？好嘞，可以唱了。盼得三军归呀头，
虽知楚汉有争锋。哎，给给给，好，到我了，老师，我也下好音，放开啊，放开啊，放开放开，别紧张。盼得三军归呀从，还行，嗯、啊。谁知楚汉有争锋？可以可以。哎呦，好晕了现在。这太逗。选何洛洛的举手。行，何洛洛把眼睛睁开吧。好了，睁开吧，睁开吧。选张延奇的举手。选赵让的请举手。我们恭喜赵让。好。刘邦念白也来一遍吧，好吧，来吧。哎呦，你干嘛吓我一跳？七雄龙阵，鬼迎庆，何有比分？先日咸阳是宝庆。雷师有传旨下去，有本早奏，无本退班。下一位，皇上，皇上，可以了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下一位，哎，活动筋骨了，哎，要干啥呀？打武术啊要？嗯。七雄龙阵，七雄龙阵，鬼阴气，火酒逼分。好，行，嗯，可以，挺好，挺好。你背到了吗？差不多了。试一下。七雄龙阵鬼阴庆，火酒逼分。项羽赴约自称尊，诺威士有传旨下去，有本早走，无本退班。遵旨。行，那事可以了，太认真了，很敬业。他到这儿就停了，就停了。来啊，投姚琛的举手，投燕许家的举手，投一次不能再投了啊，朋友们。投任豪的举手。你也可以举啊，我也可以举，你也可以举啊，还拉票呢你？我没拉票，我没有没有没有，我没拉票，没有没有没有。燕许家和任豪都是四票，陶老师，你这一票投谁，就看谁了。我觉得可能我用闭上眼睛吗？你闭眼睛指我怎么办？你闭眼睛。我觉得还是更胜一筹，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。任豪胜出在他的声音比较洪亮，他身形啊，包括神态，更能驾驭这类的角色。那就遗憾了，佳佳。没事没事没事，在舞台上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，没关系啊。那是俩人一块来吗？对呀、啊，就是两名啊。哦，嘿哈，行了，你们已经胜出了，你们已经胜出了，韩信也胜出了。另外五位呢，就没办法了，是小内侍了。哎，你现在也变成太监了，归我管。真的假？你自己去问。我不，就是归大太监。你现在归我俩管。
何洛洛，你现在也沦为太监了。我不是太监啊。你是太监。我怎么变太监了？你没有选上就要站在旁边变成太监了。我们这五个小太监啊，有四个人是一开始上来没词儿的，还有一个人呢是专门领路的，负责带萧何、夏侯婴、韩信上殿。划拳，划拳，划拳，来吧。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。哎呀，中太监，哎得嘞。要插的话，他直接，耶，萧何上殿，上来了。看我一会儿把这戏给你们抢死啊！有我在，你们别想出头啊！你说啥呢？好。啊！哦，哎呦喂！好，站住家伙！站住，站住！有点疼，有点疼，有点疼，有点疼！剪不剪？不剪是吧？别问了，好紧哦！不剪，不剪，不剪！对，我手里那只，我手里那只大拇指，不吗？哇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。这扯的头发有点痛。哎，你别躲了，孩子，你再躲，你躺地下了。孩子，儿子弄的，一只儿。哎，哇，这是啥颜色的？哎，你就放心吧。反正他这个每个节的画法都不一样，是吧？对呀、啊，比如说这四个太阳，它都是一样的颜色、画法，它都是就为好看一致。嗯，化妆的主要目的，包括京剧脸谱的主要目的，就是为了夸张人的五官。因为过去的演出是在广场上，距离比较远，根本就看不见人的五官。花脸什么就更是这样了。夏侯婴是花脸。夏侯婴是小花脸，比较滑稽。你为啥是个丑角啊？对啊，夏侯蹲，夏侯蹲了，夏侯婴。啊，你这生旦净末你了，你这。看见过你，你回头看，自信，离近点看，他笑起来的时候那俩的脸蛋，太好笑了。妖精，还我师座！汉王刘邦，刘邦还是刘邦来着？刘邦，且看刘邦镇代县，309口。不对，老师可以再对一下不？老师，我想和一下那个音乐。弹性。嗯，就这样的啊，大太监是两个两个上，试一下试一下，站开一点。太监最先亮相啊！哎呀，走，脚，你们俩得节奏得一样啊。对，你走太快了，慢慢走。你也太慢了，你们两个取个中间，比皇上派头还大呢。你不能像身体不舒服一样，你得稍微利索一点。传夏侯婴上殿，遵旨。三二一，大王有旨。不是你不是三二一了吗 ？OK， 三二一，大王有旨，宣。夏侯婴上殿。咱俩分头，不要一起说。我也觉得。就做完这个，就把腰稍微一弯，然后我就说：“启禀大王，夏侯婴上殿。”然后咱俩就回来，就这样。OK。走，你们稍微互相看着点。来，咱俩跟着一起试一遍。念呢？启母嫖母。几十嫖母。几十嫖母。
恐三军不服。项羽耻笑。项羽耻笑啊！身怀绝世无情也。你这是唱的呀？身怀绝世无情也。好吧，往下来吧。韩信，韩信盖世奇才。韩信盖世奇才，若不为用之，臣，君臣得。对于我自己不是特别满意，别说是融入角色了吧，我觉得台词都有很大的一些问题，包括腔调啊，一些唱段上面都还有很多心里没底的地方，是有些着急。哎呀，我看这个上来又站不好啊，这唱又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张嘴，晚了早了都不行，这对于他们来说是很大的难度啊。对于我们来说最难一些神情，一些小动作，就像他走路，他不仅仅只是走路，我们走出来是僵硬的，你站在舞台上的一分一秒它都是属于大台前的这个状态。先欲先扬，我的这一个汉王刘邦的一个角色算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角色，还是有点压力。记忆在梦当，怀王也曾发现，会觉得有点紧张，你勒上头你马上就去20%，你穿上靴子又去20%，穿上这身衣服，反正这各方各面戴上胡子你都是影响。吉凶龙阵，端带正一点，嗯，就行了，放松下来，放松下来，在这儿。嗯，老师，我们手是放在这儿还是放在这儿？就是垂直。太难了，记不住，记不住，我在山大一些。这个反送能不能再开大一点？回皇上。因为现场有很多问题啊，比如音响啊，他听不见乐队的声音，进去就乱了，所以我也着急。那个服装蛮重又热，头戴啊，导致血液不循环，其实负担会更大，挺担心，挺害怕的。尤其是四个主角，他们承担的压力可能会更大。是将就学了24个小时，怎么能演啊？演得成吗？心里还有点怀疑，也有点着急，为他们着急。开始。哎呀，首先非常感谢大家的到来，我们的好朋友 Rise 这个男团的一次京剧的汇报演出。对，定一二就走。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由 Rise 男团给大家带来的齐派萧何月下追韩信。谢谢。我还想说齐派名段呢，你怎么这样？紧张。我们就是面无表情。真是第一组上台，如果我们两个的那个范儿没有拿出来的话，可能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啊，这群人没有准备好，一下就真的有那种上台的感觉。
吉凶龙阵，鬼阴晴，我就必分。南阳，先入咸阳出宝器，项羽附庸。子承尊，强弱不敌，且暂避，等待时机，再纵横。内侍，有。传旨下去，有本早奏，无本退班。遵旨。有本早奏，无本卷帘退班呐。夏侯婴有本启奏，启禀大王，夏侯婴有本启奏，传他上殿。遵旨，大王有旨，夏侯婴上殿。领旨。汉的三军归呀头，谁知楚汉又争锋。夏侯婴见驾，代王千岁。请驾有何本奏？孝火丞相赵县官得来一家贤士，特来保荐。传萧何上殿。领旨。我举业岂在莽荡，拔剑斩蛇，这还不错。天下扬，今日里小伙见良将，但愿得脸皮几重，重振汉家邦，一同回故乡，撩袍断额带，我把金殿上。臣萧何启奏，大王千岁。卿家有何本奏？臣有一贤士，得以启奏。贤士何人？淮阴人韩信。我想此人不得地之时，其实漂母收入胯下，出身微贱，若用此人为将，恐三军不服，项羽耻笑啊。大王此言差矣，韩信盖世奇才，若不得以重用，臣等东归无日了啊。龙阵思索，退班。宣塔赏典。宣塔赏典。东归无日了啊。依卿所奏，宣韩信赏典。宣韩信赏典。大王有旨，宣韩信代官赏典。领旨。
来绝世不清闲，且看刘邦怎待先，撩袍断带上金殿。三拜九叩问王安，韩信见驾，大王千岁。平身。千千岁。请千里而来，不得才能，难以重用。今命你为连敖管，试看你能否胜任之。哎呀，慢来慢来，大王命他为连敖管，岂不是大材小用了？容姑四指推班，哎呀呀，大材小用了。是呀，大材小用了。相国，暂且上任，再做道理。拉姆，拉姆。今天很抱歉各位老师，我们毕竟只有两天时间，真的不是专业的，然后希望今天的戏将就着看。各位，咱凭良心说确实很棒了，确实不容易，是是，这么一大段唱啊能唱下来。因为这两天我们一直是同吃同住，我比他们好多人的年龄都大，往常也没这个机会啊，这回终于当回大哥哥了，都非常非常的努力啊，尤其是这个焦和呀，还有韩信的这哥俩，因为这哥俩住一屋，他们俩基本上唱了一宿。其实今天站在舞台上都非常的不容易啊，整个是无论你从这个主角呀，或者说什么小太监呀，每一个人都非常非常的认真。我们感谢台上的所有的演员。最早想演的是刘邦，虽然后面演的是内侍，但是努力的程度是不会变的。我饰演的是韩信，一直没有被重用，但是有才之人终将不会被埋没，这也是这个角色给我带来的精神。尊重舞台上的每一个角色，每个动作，每个词，哪怕是个内饰也要惊艳四下的感觉。哎，你这没沾，哎呦，沾那什么呢？哎，对，哇，哦啊，那个头套呢，那是让我真的感受了，就是说这个真的不容易。OK OK， 真的前面还，哎呦，在老师们他们有时候一捆就是四个小时，我就无法想象。行了，这口气喘匀了，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哈。啊，谢谢谢，辛苦老师了，辛苦老师。其实，这一次来表演京剧，不只是说体验到了角色。更能够体会到京剧艺人对工作的坚持和他们的辛苦吧。让我明白一个道理，就是角色无大小这种感觉。自己如果永远努力一直闪光的话，那你在自己心里就永远是主角。其实就跟做音乐一样，你不能说钢琴的和弦比较重要我就可以放弃吉他，你不能说吉他的和弦比较好听我就把鼓放掉。这就是一个团队，总会有人可能在镜头面前，有人会被挡在后面，但是在这个时候其实每一个人都该做好自己的那一份准备，做好自己的那份努力，因为你要明白，就是总有一刻你会站到镜头面前，你的队友会在后面帮你打辅助。我们 RISE 里面每一位成员都很重要，有我们每个人的
长处跟短处组成起来的，它才叫 rise。当传统的乐器们响起来的时候，能够感觉到一个民族的灵魂融入在这样的一个音乐形式之中。翻阅了几个世纪才读懂史记，翻阅了几个世纪我找到意义，想念错打拼过才成不易，行家圣诞静默丑绝也能因漂亮活法，萧何在月下追赶韩信的步伐，无名的故人口口相传着一段一段的实话，这个时代每种安排都会有人崇拜，我坚信每种热爱都会变成主宰，舞台没大没小没有绝对的主教，街角街噪街调徒有其表的名号，舞台绝不大小敢做彼此的龙套，我们绝不大小难唱没调，谁比谁重要，青红皂白每种脸谱都一样出彩，东南西北舞台中间放肆各种姿态，说什么技高一中一个个带你轻松，背后是多少苦功，有谁懂着多少酸痛，谁彼此尊重把自己看重，这每一分钟即使我台下十年苦功，冲冲动被谁落下，要舞台盛开火花，要彼此撑起天下，舞台绝不大小揭掉独有的名号，舞台绝不大小敢做彼此的龙套，我们绝不大小能唱没调，谁比谁重要，连退班了。Let's go。继续。打开微博，进入十一少年的秋天话题，查看更多精彩内容。感谢新浪微博、新浪娱乐、腾讯新闻、腾讯娱乐、每日瑜伽、菠萝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我属实被这个豆汁吓到了。你刚才不是在这里要求说要喝吗？就该来点挑战的，什么豆汁啥的，没喝过就该喝一喝。他们说你老臭了，说的有多臭了呢？没有，他们说很厉害嘛，我就想尝试一下，没想到真的这么厉害。想看我多厉害？你就没喝过吗，哥？喝过才知道他厉害呢。那我要厉害一次。豆汁不行，人生得要挑战一下吧。对，尝一下吧。走开，谢谢。不可能。包着。他是勇士，上头不上头。啥味儿啊？我这好奇了。哦，有点扎实。哇，铁子！看到你们这个表情，搞得我也想试一试。让人试一下吧。你们试了吗？试了，都。别怕，赵赵，加油加油！来了！这酸爽应该够我第二天拉肚子了。你们要喝水吗？喝。哎呀，你不要说话，你现在口臭。对不起。啊，姚轩喝过的水都这么臭。我没挨到你，这个人怎么那么夸张？来，洛洛，你闻一下。我不。浮夸之王周震南。豆汁有营养吗？夏天喝豆汁消暑降温。哎呀，明天早上拿这个叫起床。明天早上最后起床的喝一碗吧。挑不挑战？那来呗。
来吧，可以。我会了。豆汁儿是除了苦，其他的酸甜辣咸都有。就是过去底层人民喝这个，就是生活日子已经够苦的了，咱们喝这个就没有苦了，是生活的味道。我觉得今天最好吃的菜就是那个。我也是觉得呀，